大家好，咱们讲一下八字中的阴阳差错日啊。这个阴阳差错日，它在《三命通会》里面有一段明显的叙述啊。阴阳差错日啊，女子逢之啊，宫孤寡和，妯娌不足啊，夫家冷退，于妻家是非寡和，其煞不论男女，犯之极重。这是三命通会里面对阴阳差错日的一个叙述啊，说的呢，凡是八字中日柱逢到阴阳差错日的，容易婚姻方面不顺心，或者说明显的出现婚灾之类的现象。他的这句话并非明确啊，他只是在八字预测中给人一个明显的参考，在预测婚姻的时候啊，这个阴阳差错日，它是以日柱为主的啊，天干和地支组成的阴阳差错日，它一共有12租，这是一租，丙子丙午是一租，辛卯辛酉是一租，丁丑丁未是一租，壬辰壬戌是一租，寅戊申是一租，癸巳癸亥是一租。好，出现阴阳差错日，容易对婚姻不顺心，或者说不如意。但是，并非三命通会中所说的泛指婚姻方面都不利啊。他必须要参考八字中的其他组合哈，其他组合，以及财官星在大运流年中的作用，也就是说，阴阳差错日出现在日柱或其他三柱之中，并不一定引发婚姻方面不顺心，但是它阴阳差错日的出现可以给你一个明显的提示或者警示，婚姻的好坏不能以阴阳差错日进行衡量，必须要参考八字中其他组合以及财官星在大运流年中的作用。阴阳差错日一般来说呢，出现在八字日柱中，对婚姻方面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一定造成婚灾。